优频道，悠哉悠哉在九点，星期一，大胃王来了，动气君出发！有没有看到这眼前25道的美食？星期二和我去打卡，心情好。因为它比较有挑战性，所以比较少当地人会来，但是有很多网红或是 YouTube 都一定会来这边拍照，待会带你们一起去看看。星期三，我试戴三十而立哪里找？我是一个专业咖啡师，即将会开自己的咖啡店。星期四，生活达人永不老。哇，很快，真的超快的。星期五，进击的台湾吃到饱。面线好吃又便宜，重点是没有腥味，就是很新鲜。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。优频道，悠哉悠哉在九点。